祝大家圣诞快乐，期中考试一切圆满。祝各位法律系的全体同学哈，那个以及系学会啊，那个各位啊，圣诞快乐啊！好，谢谢各位。圣诞玩得 happy， 很 high， 很 high， 很 high。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。现在快要到圣诞节了。那老师以前在德国念书的时候，圣诞节的气氛非常的浓。那我们现在台湾也很重视圣诞节，我相信各位同学在台湾也可以感受到圣诞节的气氛。希望能够各位同学能够有一个非常美好快乐的圣诞节，然后明年呢能够各方面不管学业各方面都非常的顺利，平安。好，这是老师给各位的小小的一个祝福。开始，各位同学，祝大家在圣诞佳节的时候心里蛮有平安喜乐。学法律也许看起来有一点枯燥，但是呢有好的学习成果。谢谢。在岁末年终，祝福我们法律系所有同学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在来年，也祝福大家，未来的一年心想事成，学业进步。我们在这里认识到非常多好的老师，也可以结交到很好的朋友。特别是我们法律系，应该大家互相合作。那等一下别忘了要抽大奖，好，一梯的硬碟。还有行动电源，祝福大家，谢谢。